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实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满月之下请相爱，四千年美女鞠婧祎在被潮扮永久妆容，演技尴尬到脚趾扣的。由鞠婧祎主演的《满月之下请相爱》，网络上对鞠婧祎这次出演的角色褒贬不一。虽然不少网友夸赞鞠婧祎演技有了不少提升。 妆容也较以前有了变化，但仔细看下来，变化并不算太大。剧中依然是满满的网红感，给人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。故事讲述的是：简介在徐小东正业城新游戏发布会的这一天，出现了超级满月的天文奇观。女主雷初夏、鞠婧祎从天而降，正好掉在了徐小东的怀里。当雷初夏睁眼醒来，发现自己失去了记忆。 并且只能在徐晓东附近活动，一旦离开范围就会被拉回去，并且范围越来越小。之后，徐晓东帮助雷初夏找回真实的记忆，已经父亲十年前被冤的真相，两人也越走越近。鞠婧祎在剧中的演技依然是被大家热炒的点之一，除了面无表情，鞠婧祎依然延续了傻白甜的演绎方式，和剧情中的悬疑成分有着不小的突兀感。 虽然鞠婧祎台词要比郑业成好些，但依然没有为她的表演加分。团队一直在营销四千年美貌和演技，淡妆可爱无辜和浮夸式的表演方式，除了粉丝以外是很难让普通观众买账的。在可爱的东西看多了，也难免审美疲劳。其二是过度精致的妆容，不管剧中人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从悬崖落下也好，被砸晕也好。 无时无刻不是一个精致完美的美女，面容祥和，妆发没有一丝凌乱，漂漂亮亮的当然好。但从古装剧到现代剧，一直都如此，着实没有必要。作为演员，被人夸赞的应该是无懈可击的演技，而不是时刻都精致的妆容。这样一部槽点满满的网剧，在微博上“满月之下，请相爱”的热词下，粉丝却赞美声一片，不免让人觉得粉丝滤镜太过厚重了。 鞠婧祎想作为演员发展，抛弃自己的偶像包袱，不断锤炼演技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大家觉得呢？